Ôi rồi là, ôi rồi là. Câu đi vui nhờ yêu thấy đã cô. Thế nào mà, xin cảm ơn mình nhờ một mình thầy.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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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啱啱见到有人话咩10点前开到台咧，就唔知咩全场人四季酒店，我话等，我喺度等紧，有冇人喺度讲呢啲嘢？果然不出我所料，大家又开多，大家嘅数宝又可以加多一餐四季，吓不呢餐唔系我嘅，系啊唔知边位兄弟嘅。唔怪而家仲系有啲人啊问，而家仲系9点半。而家喺啲咩时区咯？9点半又好多啊！辛苦晒各位队友啦，唔好意思，电脑啱啱中北屎，唔知咩事嘅，个支咪咧系冇 detect 唔到嘅，short 咗啊！吓，Hi Ted，long time no see，what time is it？It is 9:30 half past nine，let's go，let's go rock and roll 下啦！诶，唔好讲咁多啦，唔好意思，唔知点解。即系因为系电脑中北屎，唔关我事，唔系我嘅问题，我啊一早喺度噶啦，啊，开始啊，成龙，let's go，let's go，啊，有人话我把声有问题咩？我把声变咗点啊？可能唔知系咪电脑啱啱搞过一轮之后，把声有啲唔同或者点？我把声系有啲咩分别啊？啊？有人话咩时区都做唔到搭伴，好难讲，唔系嘅，因为你嗰啲时区计数系一个一个钟一个钟咁计啊嘛。其实如果你要细分嘅话，系可以一分钟一分钟嚟向柴湾嗰个时区同埋中环嗰个已经系差紧，讲紧成几秒钟噶啦。咁啊去到东京咧又差啲吓，你知唔知啊？吓。我一把声有咩问题咩？错声变咗咩？冇有啲人话冇变，好难听。有啲人话即系点啊？咁究竟有冇变到啊？大话声沙沙地啊！钟景辉咁嘅声啊！总之又冇啊冇啊，计冇啊，唔使整啊，继续啦。好，咁嚟啦，咁啊继续啦，先讲下啲新闻先啦。今日咧就有单大新闻嘅，咁咧大新闻咧就大家知道咧，台湾嗰边咧就发生咗空难啊，好不幸嘅事件嚟嘅。咁咧就好惊险嘅，有人咧就录到个镜头咧，就系睇住个飞机咧就好低飞，一开头咧嗰个空难嘅起因系点咧？我先讲讲先啦。咁咧就怀疑咧就系飞机咧一起飞冇耐咧。就已经系失去咗控制啦，个航机之后咧就就好似冇咗动力嘅，因为有片嘅，咁咧你会见到个飞机咧就就开始咧急降啦，就冇咗动力，螺旋桨咧就唔转噶啦，停咗啦，之后咧就极见到咧极近嘅喺个大厦嗰度啊，系极近嘅，点讲近到点咧就你会好难想象嘅，即系通常你飞机起飞，通常我哋平时啊见到啲飞机已经一个蚊子咁细只，佢嗰下就系因为已经失去咗动力咧，已经压落去地面嗰度啦，喺啲大厦附近啦，咁啊首先咧已经好危险咧，可能会撞到啲大厦，但系好彩冇事啊。最后咧就喺个高速公路嗰度咧就冚到一个的士。因为台湾嘅的士啊，冚完之后咧就插咗落去附近嘅一条河度，咁个的士咧系撞到嘅，系冚到嗰个机翼嘅。当时机身咧系呈打侧嘅，佢系机翼其中一个机翼咧系90度向下咁样插落去咁样嘅，咁样就跟住就冚一冚啦架的士啊，咁样的士溅一溅佢之后咧就撞一撞咁样啦，跟住咧就已经系凹晒啦，跟住架的士系停咗，咁当时的士咧系揸紧嘅，即系因为喺高速公路啊嘛，咁啊唔系噶，一架停喺度的士系有人嘅，的士司机咧当时咧就载住咧两个乘客嘅，咁咧就好好彩咧，就咁啱个的士司机咧就只系受咗伤啫，咁啊嗰三个人都冇生命危险。但系架飞机咧就冲咗落海咧就暂时确认嘅死者咧，好似架机上有50几个人嘅，跟住死者啱啱睇新闻好似有二十几个到啦。
咁咧就嗰个航空公司啊高层就出嚟道歉，就话即系鞠躬致歉啊，就话好遗憾啊，即系发生咗即系自己，因为佢公司唔知上年已经喺澎湖有单空难嘅，即系已经系好似系5个月前定6个月前发生嘅，咁啊即系好多人就喺度炮轰啦，就话点解咁即系成日出问题啊，而家出亲咧都系好大件事喎，即系佢话有咩可即系唔系啲话。摩打过热啊，或者点啊，直情啊，次次都系澎湖嗰单系直情系大爆炸，好似喺空中咁样，突然间架机解体定点样嘅？咁咧就而家咧就股票啊嗰啲咪狂跌咯，好似话呢一间公司航空公司嘅股票啊疯狂插，唔知插咗唔知二三成噶啦已经。如果你话最好彩就系嗰的士司机咯，即系嗰个的士司机俾架飞机。机翼嘅咁大嚿咁样砸落去，即系好真系好险啊！个机会咧其实好高，你谂下佢咁啱砸唔中佢，你有想睇翻咧个嗰个的士咧已经车头嗰个位置已经扁鬼咗，凹鬼晒，之后玻璃又烂晒啊！的士梗系估唔到啦，有位兄弟话点会估到自己即系的士司机点会估到突然间有架飞机会撞埋嚟或者点啊？即系正常司机即系冇一个留意到咯，即系留意路面啊，估唔到侧边突然间会一嘢咁样斜咳咁样撞埋嚟。咁啊，台湾唔知点解好似嗰啲即系航空咧，成日都有啲问题嘅，大家又要小心啲咯。即系拣航空公司嘅时候，又要好好留意啊。即系边啲飞机啊冇出过事啊，边啲航空公司冇出过事啊。台湾真系发生得比较多，以我所知。哇！即刻俾人射咗球啊！而家仲有好多人失踪嘅，因为啱啱讲话八架机咧就50几个人啦，跟住就有20几个证实就已经系遇空难身亡啦，之后仲有20几人左右咧就暂时好似即系失踪啊，行踪不明咁样啦，咁啊希望冇事啊，咁啊大步揽过咁啊最好啦，好俾佢上去啦。咁咧讲下其他新闻先啦，缓和啲气氛啊，费事你唔开心啊，好俾佢落去啦。咁咧今日咧有一单怀疑疑似嘅假新闻咧，点解咧？我一讲呢单嘢咧，大家都相信知道系边度嚟噶啦，边度嚟嘅新闻咧？冇错啦，就系大陆嚟嘅。咁咧今次咧，呢段新闻咧依然系有片嘅。点解我话好假咧？就主要就系因为呢段片又系假到不得了，我觉得吓。好嚟啦。咁咧今次嘅片咧发生喺边度咧？就唔鬼记得河北定咩，好似就喺一个地铁站内发生嘅，亦都系咧一男一女嘅，又系情侣嘅。上次嗰单话系咩嗰个咩影婚纱相，有个女人话化到好老，之后个男人话唔影定乜鬼嘢，就话离婚啊嘛。咁今次咧亦都系有关情侣嘅。咁咧今次咧就系一男一女咧就喺度嘈交，嘈咩咧？就系咧嘈嗰、那个女人咧，即系嗰个女朋友咧，就话咩唔肯化妆，那个男朋友就话点解你唔化妆啊？化个淡妆都好啦，做咩素颜出街？跟住话咩会影衰朋友啊？咁样咁咧就但系咁啊，开始闹交啦，闹下嘅时候咧，那个男仔就话咩丢不丢脸啊你？唔知咩去化一个淡妆定点样？就话叫佢化一个淡妆啊？你觉得你收唔收街喺度嘈啊？咩？咁、那个女人就喺度话有咩问题啊？唔化妆，话你中意我定中意化妆啊？定点样啊？又喺度开始闹一啲内容，我啊觉得嚟嚟去得几句啊，唔知道可能对嘅剧本个剧本唔够钱，请啲劲啲嗰啲咩姜文定乜鬼嘢写啊？咁样搵啲嚟嚟去去得几句，佢哋嚟啊，一个就话丢不丢脸啊你？嗰、那个男就系咁重复讲呢句丢不丢脸，之后就系咁啦，拱个女朋友，即系咁拱佢条腰，话要即系拉佢走。那个女朋友咧就系、是、话我不化，我不化，就系、是、咁，我唔化妆，我唔化妆，之后就揈开我男朋友只手啦，咁咧扰攘咗劲耐嘅，咁咧扰攘咗差唔多3至5分钟之后咧，个男朋友就话咩，我再问你一次，就开始最后警告啦。最后通牒，你画不画？跟住咧，佢话咩？个女人就唔知又用一句最后嘅王牌啊！我就是不画，你不要。佢话咩？有种就唔要我啊！咁样佢话，如果我唔化，你有种就唔要我啦！咁样咁咧，结果咧，个男人咧就
就即刻暴走定点样咧？又系掉嘢嘅吓？点解我话假咧？就系好公式化，因为佢哋手上一定要有啲嘢掉。啊，上次嗰段结婚片咧就掉眼镜，今次咧就唔知掉咯，手上面有一扎花嘅，本身有个玫瑰花定咩，就一嘢咁样掉落地下，之后走咗啦。之后个女仔做啲咩啊？大家估下个剧情，大家睇咁多新闻假新闻都知道个女仔第一时间呢个时候要做啲咩戏啊？啊！第一时间咧就梗系要喊啦，如果唔系边度要轰动啊？嗰啲假新闻一定要多人睇啊，定点啊？咁呢个女仔咧就即刻咧就跪喺地下度吓、啊，就喺度即系好似哭泣状咁样咯，跟住就完咗啦。段片永远就系咁嘅，好奇怪，你留意一下。即系我系想，如果你可以有办法联络到制造呢啲假新闻嘅，你同佢讲，下次达叔帮你做，你又同佢讲帮你拍。太假啦，大佬！即系剧本又唔肯写多几句对白，即系太差。即系佢话点解次次影到呢度就停呢？就咁啱，我知道呢度 cut 啊。正常，如果你真系诸事八卦嘅，起码都录多30秒啦，唔多好未？啊，即系唔好讲，录多30秒睇下系咪真系喊咁耐啊，或者行近少少，或者影下个男仔走去边啊？呢个系真正。八卦的人就应该会咁做啦，而唔系咁样、哦，知道哎，月啦卡导演啊，啊你会又知道几时啊？应该冇嘢啦，唔拍落去，你都唔争，你已经企咗咁耐，唔争再拍多几耐咧？即系一个几秒啦，系嘛？你如果系一个路人啊，一个诸事八卦俾呢件事吸引嘅路人，而且好公式化咯。我啱啱又讲，次次都有嘢掉，好唔好唔掉嘢啫？成日都掉嘢闷唔闷啫，一定系要有啲嘢爆，即系一嘈交，嘈下，即系最后嗰个是但一方走佬就一定系要咁样掉嘢，就唔真实咯呢啲。好靓啊呢、這个头锤，系嘛啱唔啱先？啊呢、這个我啊觉得好闷啊，有时睇呢啲嗰啲假新闻唔系问题，我有时都中意睇嘅，你假得几得意喎，唔错，系啊啲新意。咩 ATV 表带，唔好乱咁讲啊，大佬！人哋而家有白武士，即系有啲新意咯，唔好成日咁样咯，同埋要真实咯，你假得嚟要吓，唔好咁成日讲啲对白。通常一个人嘈交啊，咩男同女嘈交，就唔会净系闹一样嘢，就咩化唔化妆，唔化即系好啦，闹完唔化妆咧，即系是但。一边癫咗之后咧，就会大家互抄对方啲衰嘢嚟闹啊嘛，即系闹交系咁闹啊嘛，点会净系话你不画你不画黐线啊？机械人定咩录音机？净系讲佢人生，即系个男仔就系最主要就系着重人哋咩化唔化妆或者咩，跟住女仔就吓死都唔化唔会，即系话点解？通常如果真系嘈交就会更深入嘅，个剧本就应该点解我一定要化先？你而家系咪觉得我素颜好样衰？即系如果你是一个歇斯底，你癫咗，即系受唔起自尊心打击嘅，就应该你而家系咪觉得，即系如果真正系女仔，如果要嘈交就会咁啊？你而家系咪嫌我唔化妆素颜好样衰啊？哇，咁样会咁样问噶嘛？唔会就我不化，我不化，咁样就机械，咁样系机械人就答乜都净系识得答呢句。啊！白痴个男人就唔系，即系个男人如果真系想佢化唔系嘅，你化个妆啦，即系见到啲硬功唔得，通常男仔都要试下软功，唔系啊，最多氹你买咩啦，买栋啊，买个 LV 包包俾你，或者点点点，系嘛？喺度讲呢啲氹下嘢之后，点会一嚟就无啦啦黐咗孖筋，就即刻就净系得呢两个呢两个，即系系咁样重复咧，系已经系去到最后闹交嘅阶段咯，而唔系咁快咯。即系所以佢哋系即系自己要谂下啦。你写呢啲假新闻都要知道嗰个闹交嘅程序系点啊，大佬啊！即系所以我就希望下一次嘅假新闻可以有少少进步啊，即系唔好又掉嘢，又唔好净系两边就净系即系讲一个对白咁样咯。好嚟啦，斩埋你，顶唔顶到啊？可惜啊！大家觉得假新闻咩？可能佢哋要爆或者点咯？就通常就一定系要掉啲嘢或者咩？一定要喺大街大巷啊！信我啦，唔会喺啲无人嘅地方嘅或者点嘅。我好想知道下次如果你哋有幸见到啲人拍啲假新闻，你行去话呢一段系假新闻，你即刻夹个头落去或者点摄镜或者点啊？吓？好，来啦。
俾上佢，可惜啊！有人话应该话你素颜真系好样衰，好样衰，好样衰啊！好似白雪公主嗰段片咁样，即系喺度咁样讲先至会逼真或者点？通常而且点会咁样？即系点讲咧？一个男朋友会唔会咁？即系假设你识一个女朋友，会唔会因为咁而嘈到咁咧？咩化唔化妆？而且一个女仔。真系好少可话唔肯化妆咯，我真系未听过。如果啊，不如你化妆，佢话哦好啊，有时间。即系我好少听到佢女仔就话我就系唔化吹啊咁样，我真系好少。即系有得俾女仔拣，女仔都会肯化妆嘅。有时间许可的话，系嘛？即系唔会话，即系任何人都想靓啲嘅，系嘛？即系好正常，即系爱靓嘅人嘅天性啊。咁啊，好少可有女仔就即系咁坚持就唔得啊。我唔化或者点点点点点，除非佢系话我不嬲系唔化妆嘅，由细到大，即系佢觉得啲化妆品对面唔好啊，各方面咁佢唔化开嘅咧，个男朋友更加唔会嘈佢啦。即系佢如果佢识佢之前就应该知道佢系呢啲咁嘅人，所以有好多唔合理嘅地方，我就觉得呢一单系假新闻。有冇人到有冇兄弟到而家觉得系真嘅？即系觉得达叔你。错啦，戆居白痴佢，你以为呢单系假噶？根本就系真事嚟噶，即系你自己蠢啫，咩自己即系谂呢样谂嗰样，钻牛角尖啊，就以为即系好人当贼扮，明明嗰个真系一场即系男女嘅悲剧，你又喺度笑人哋话咩假新闻咩假啊？佢话你识啲咩啊？佢话呀你吓咁样。有几多兄弟而家到而家都觉得佢系真嘅呢单新闻啊！我估到大把人就我，你咪睇下咯，你咪睇下一两个礼拜内佢，因为佢呢假新闻通常系要宣传啲咩嘅，你睇下咯，一阵又俾人讲噶啦，一两个礼拜内就会有啲嘢就哦，其实呢一单系假新闻嚟嘅，就宣传紧乜唔知喎，可以宣传系啲咩产品咧？我唔知道化妆品或者点咯，化完就好似冇化咁样，佢就以为你系素颜啊？会唔会啊？嚟啦，俾落嚟靓波啊！好嚟啊，睇下点啊，靓啊呢个直线，继续飙啊！黎英睇下点啊，过唔过到啊？再推落去，好犀利喎！哇！可惜啊，冇人接应到啊，唔紧要，仲有人成龙再俾落去，师姐出埋嚟，哎呀，仲有机会。好，黎英，可惜啊，有啲人就话咩，根本就系真新闻，就系话，你咪睇下咯，大家咪拭目以待，好啊，放长双眼，大家睇下，吓、啊，都有可能系真嘅。啊！我有咁嘅機會嘅，但我又覺得低咯。即系而家暫時，大家都係推理五波估，我就估假嘅機會大啲咯。唔知點解，因為個感覺咧，大陸始終太多，即係好難令人即係覺得係真咯。即係始終會有個警戒心咯。即係我係俾即係信睇試過信過啲假新聞咁之後就賴過一次嘢咁啊，自然就成日都會認住呢啲係假嘅咯，就係、是、中過一次招都有可能係真嘅，我唔應該咁武斷嘅。好嚟啦，夾佢啦，可惜啊！咁今日咧仲有單新聞係講嘅，講咧佢話咧，大家有冇食巨無霸？巨無霸咧嗰個汁咧，哇黐線！巨無霸嗰個汁咧，其實係特別啲嘅。咁咧，佢就話：你諗下，巨無霸嗰個汁咧，係真係得巨無霸先用嘅，冇其他醬汁。唔係，因為佢個沙律汁咧，黃黃地色嘅魚柳包係白色嘅，跟住漢堡包係冇汁啦。其他包漢堡包係有，好似有少少番茄醬嘅。跟住其他乜鬼嘢？仲有咩包啊？即系咩脆辣鸡腿包啊，咩板烧鸡腿包就另外一啲汁啦。咁佢嘅巨无霸嘅包咧，系个汁咧系特别啲嘅。咁咧就最近咧报纸就话咧，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呢个巨无霸呢个汁，就好想要，即系成日喺度问咧就即系边度整啊，点整啊，或者点点点。
咁咧就不过咧呢个汁咧就因为独门配方嚟噶嘛，你知啊，即系呢啲嘢梗系唔会随便外传啊，或整咗俾你。咁其他因为麦记其他嘢就系好易买到啊，面包啊现成嘅，嗰啲扒系嘛，又系汉堡扒又系现成嘅。咁啊生菜嗰啲你啊即刻喂，咁你咪即刻又走嚟开啊呢、這个我哋而家卖巨无霸，咁啊整个平啲咪可以整死麦记，咁佢梗系唔会公开啦，系嘛嗰个配方。但系近日咧，佢就喺 eBay 咧就有个拍卖，就破天荒嘅，就系、是、老麦咧特别咧就卖呢、這个啊麦记嘅巨无霸汁，一支酱汁嚟嘅，就好似嗰啲。咩？你当美极鲜酱油啊，或者即系咩咩生抽咁一支细细支咁啊，唔系话好大支嘅，大概我谂系100-200毫升到咧，就唔系话好大支啊，一支，哎呀，好似嗰啲乜鬼嘢个 size 大概系一杯中杯啊可乐到啦，麦记嗰个中杯可乐咁大到啦。咁咧就跟住一开头咧，佢标价咧，佢而家喺 eBay 拍卖嘅，就得1001支。麦记就话我只会卖一支出嚟嘅，就俾全世界喺度 bid 啦。咁咧一开头咧就唔知好鬼平嘅啫，佢唔知几蚊鸡美金定乜鬼嘢。咁啊而家咧喺度狂 bid 啦，咁2日之内咧已经俾人嗌价咧嗌咗唔知100几次。而家你估下卖紧几多钱？你知唔知呢支麦记汁？芝麻根而家系卖紧咧十几万一支，即系好多人啫，我都完全估唔到有人肯愿意花10几万买呢个麦记啊巨无霸汁。咁咧就冇讲保存期限几耐啊，唔知啊，咁可能话我又系啊，唔好意思，啲酱咧唔摆得耐啊嘛，10几万你一日就要拍晒或者点，冇讲嘅吓，咁但系就我估唔到咁多人会，即系咁多人叫价，而且个价系可以怼到啊10几万港纸咁犀利咯，呢一个我就始料不及嘅。好嚟啦，小心啊，俾咗落去嚟啦，哎呀，有机会再照啊，可惜啊，我想知道你有几多个人会去买，如果系你啊。你有几多人会 bid？ 你觉得10几万买麦记汁抵唔抵？如果系我咧，我谂到一个方法嘅。你傻仔，个10几万，我咧就买10几20万个巨无霸包，咁最多咪几千蚊系嘛？咁啊攞同嗰啲伙计讲，喂多酱啊唔该，跟住就喺度刮，攞啲扒咧喺度刮刮刮刮刮刮，跟住咧就倒落个樽度，就然后咧就密封，跟住咧就攞去卖。你点睇？咁发达大计。佢系快啲，我又谂到发达大计，大家快去买巨无霸包，之后狂去攞啲汁刮晒出嚟，然后入落樽度卖，即系话其实仲有一支啊，系嘛？你以为麦记买一支啊？我已经有剩咗第二支，跟住就喺度狂卖，你点睇？即刻又赚10几皮噶啦，又嚟10几皮啦，咁我哋起码都整翻卖翻10支，已经一球噶啦，已经系100几万。啊，已经系跟住就小富开始啊，就可以做下生意啊，成啊，叽哩咕噜啊，之后又咩上市再分拆，又再上市咁啊，发达啦！你点睇啊？好嚟啦，俾咗上去噶啦，嚟已经照噶啦，唔照住，哎呀，咁黑仔阴公猪啊，可惜啊，入唔到咯。有人话咩入麦记做咪得咯，直接黐线！你入麦记做偷啲酱系犯法啊，大佬！我哋求财唔系要犯法，要合法咁样吓、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唔做呢非法嘢，啲盗取公司财产去卖啊！一经定罪，人哋仲要系大企业咧，喺香港啊坐硬花厅噶啦，唔使讲，冇10年都8年噶啦，呢啲啊死梗嘅。但系唔同喎、啊，你肯俾少少本，吓、去买啲巨无霸包咧，又唔系贵，几钱啫？几钱一个咧？咪10几蚊系嘛？咁啊冇事，又可以吓、既可以冇事，又可以赚到几十饼，何乐而不为咧？啱唔啱？你话俾钱间厂整，你识你都唔知道配方，你点整嘅问题系你冇办法整喎、啊。吓、人哋就系要嗰只味，
人哋话喂，你自己整系咪真噶？唔似喎，咁都可以啦，冇可能唔系我，因为我就喺麦记嗰啲，佢除非你话麦记啲酱系用假啦，因为我点会卖到唔系嗰只味啊？你黐线，我就喺麦记啲包度挤啲汁出嚟嘅，点会唔一样啊？即刻我系抨击翻啲客嘛，如果有客人咁喺度留言，我试过啦，唔会我话冇可能咯。你啊，即系例如你喺 eBay 拍卖，有啲人俾负评你话咩，我买过，即系嗰啲特登俾啲喊面你啊，俾啲负评你，你就留 comment 话咩啊？呢啲味都唔似麦记呃人，之后你就话啊黐孖筋，有乜可能啊？我就喺麦记嗰啲包度挤出嚟，有可能系假嘅咩？你 short 咗啊？咁啊，你又可以照卖啊？可以做白武士啊！啲人话系啊，你如果有即系发咗达之后，咪可以咯，靠呢个卖麦记账起家之后，你咪做白武士咯，有几亿嘅。反正你其他你系咁卖呢个麦记账汁，已经赚钱噶啦，巨无霸账汁。咁啊，有嘅另一边系咁蚀都冇所谓，蚀得起啊，吓、啊！有人话咩巨无霸酒包酒肉酒菜净酱一盒可以啊？同佢讲可以啊，咁咪得咯，咁咪悭翻吓，唔使买咁多包好啊。系啊，聪明得噶，你攞同佢讲超多酱啊，唔该，唔使要噶啦，啊，唔使要嗰啲其他嘢，我就系要嗰啲酱，成个盒纸盒都系嗰啲酱系咁啊。OK，好嚟啦。但系你好聪明，我话你好有头脑啊！呢位兄弟，你好有商才啊！你第时一定系发达嘅啦，做硬商人，好醒目。哎呀，可惜啊，过唔到啊！之前大陆边有假 M 记啊？呢啲根本啊冇，好难有假啊！大佬呢啲连锁店，人哋大陆都唔会肯俾你搞呢啲嘢啦，大佬点样有假 M 记？冇可能直情写个 M 记，如果佢要整个 M 记又变咗 W 字，有啲又会即系调转咗 M 字咁样，佢冇得照抄啊，大佬啊正路好系啦。而家大陆啲 M 记我咪讲过咯，啲味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嗰啲包啊、菜啊嗰啲，我觉得难食啲，同埋薯条都难食啲，唔知点解。即系你谂住我大陆啲菜会唔会新鲜啲？唔系，唔知点解难食啲。我觉得啊，真系嘅，香港嗰啲好食少少啊。我觉得好嚟啦，美国嘅 M 记，我都食过，好似同香港嘅差唔多啦。我觉得味道好似分别，薯条热啲咯，一定系一极。极 hea 嘅个鬼，你喺香港买 M 记咧，通常好似打仗咁样，即系劲多人排队嘅，同埋嗰啲人要好赶时间啊嘛，即系嗰啲员工咧就成日有人 mon 住咧，照落去靓啊，有人 mon 住就好快嚟，即系冇偷懒时间嗰啲咁样啊。但喺美国啲 M 记咧就好轻松啊，即系嗰啲员工咧 hea 即系好慢啊。啊，慢条斯理嘅，会叫你出去等啊，或者点啊，咁样慢慢慢慢收完钱，即系后面嗰个煮嘢嗰个就慢慢煮，唔急嘅，啊，唔会煮定一大堆包就喺度外有啊，呢个包啊先开始慢慢煎啲扒咁样啦。咁有好有唔好啦，即系有啲人中我好似我咁，我中意食啲热辣辣嘅，咁啊等一阵，即系快餐唔系讲紧要快到真系我一嗌就即刻有嘛，大佬都要即系都希望系有质素热少少噶嘛，我又觉得冇所谓，仲好啦，啲薯条就即刻炸，唔通你中意系唔通个快餐就真系快。